要成为日本第一的运动城市的神七市，鹿岛鹿角足球俱乐部的故乡，与职业篮球队茨城机器人、职业棒球独立联盟的茨城宇宙行星队签订了友好故乡协议。在神七市的海岸边，人们热衷于开展冲浪等水上运动，当地四季气候温暖，拥有大量体育设施，并且是运动集训的圣地，每年能吸引约30万人到访。为了使众多选手和体育人士能够集中精力参加比赛，神七市营造了完善的体育运动环境。Esse tipo de campeonato não é para formar só atletas, é formar cidadãos para o futuro do Japão. Nico さんの精神、思いとスポーツを通じた人づくりを神戸の街づくりに生か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通过发展体育运动，塑造市民形象，建设地方城市，这就是茨城县神七市。